台南火葬场旁边停车场，厢型车挡住葬仪社老板修理车，因为赶着进塔，所以用力拍打引擎盖，造成另一间葬仪社业者不满，甚至往前冲，作势打人，但被有人伸手拦阻。葬仪社老板把车开出来后，又遭到对方拦车继续狂呛，老板甚至疑似被拖下车踢到大铁板。盯得很紧，就是我没办法开门上车。老板跑去骂高雄的小女生的工，那小妹妹被骂哭。由于当时实在吵太凶，再加上双方不断互杠，甚至差点打起来，警方获报到场排解纠纷。他可能太大力，里面车子上有人，就把他吓到了，就完了口角纠纷了。啊，我勒今仔勒把下人给背回，我今天不是调岗要安尼做。啊，不，没事就。原来当时厢型车上还有另一名年轻女生，因为被葬仪社老板用力拍打引擎盖吓哭，双方因此爆发激烈口角。现在误会解开了，因为毕竟未来都会遇到。撕破脸对谁都不好。记者赖冠章、王淑红台南报道。